请收看《慧心世界》金刚八节波罗蜜经。心中一想法皆虚，儿身传遍天人心。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五根经文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为心信教，为心行事动修。啊，咱继续，咱来讲解《金刚经》。现在讲解《金刚经》，有足侪方法，足侪宗门，足侪教派，足侪大师大师。第讲解《金刚经》，那么本人啊，以《易经》中华文化读通7349年前的伏羲始祖啊，伊的一位开天，再位辟地，一话开天，再话辟地，人力其中。所以7300多年前跟2500年前佛陀所开始跟孔子所开始的真理妙法都是源头对伏羲始祖他所悟到的所启示的真理已经一位开天再位辟地一就是咱的心，一完全一片的光明，啊，一只一啊，一只一啊，一只心呀、啊，啊，再说撇地到现在咱所徛着的所在，但是佛于是做，要再会撇地。嘛，唔是干呐讲，咱伫地球遮尔呢。我咱若任何一个天界，任何一个星球，咱有伫遐投胎转世的时，嘛是拢为地。一只是一片的光明啊，一片光明无染尘，无染尘的时。啊，这叫做燃灯古佛，燃灯古佛，古佛就是咱的生命的上源头。咱本来就包含着万三千大千世界的智慧啊啦。再会辟地，就到现在咱人入其中，咱拢是人，中庸天地人。人力其中，由耶稣伊个开始，伊个牺牲，吼被钉在十字架上，上面是天，下骹是地，人力其中，不偏不倚，还是那个心，人有迄个心，所以各位同修，咱看到耶稣以这种的牺牲家己。啊，用伊个色心，即个代表天的全部。哦，所以耶稣伊个教化众生，完全在十字架上。
佛佛教佛的教义，就是两手合起来，十指嘛是心，嘛是十心。所以各位同学吼，咱要开悟啊，你要注意，你莫跋脚跋水去着，就他剁一条的，剁一条的不成死啊啦。啊，剁是再掉就成教嘛，啊教，先生嘛，无得相信嘛。哦，咱人生呢，咱的心都乱掉呀啦。咱道家守一报缘，守着一报着缘，破这个源头，迄是心。守一报缘，缘就是心嘛。所以我何讲为咱东西呢？那以后我要让恁有机会，让恁发明的时啊，那源自百官来就是安尼。但是中国字都有够少的呢，啊，有够少啦，两千多字，啊，用的才真真清字用的着尔尔，啊，那莫要让恁发号源自百源什么什么源道的源平源立源的呢？好，那源自百的，写功有限啦。好，我看还是照你们的本名就好了啦。你的本名是啥？本名是啥？本名是什么？阿弥陀的魂啦、啊。阿弥陀都是一样的平等嘛。所以各位，燃灯火索，不是过去，你也不看佛祖真正燃灯火索有啊无啊？佛祖伊讲咧，开始燃灯火索伫咱的心内足深的所在，足久无量劫以前，百千万亿年以前，咱都有灵光呢。唔是即摆即生中华民国哦，一百零一年的今仔十一月二五才有咱尔呢。哦，这是咱的色身。啊，我到今日都七十岁嘛，七十年啊。但是过无偌久，唔知要有偌久的七十年啊。所以我就急的啊，很急，就希望各位同学大家都会悟到啊，不然我死翘翘的往你来讲啊，啊死翘翘回去哪里？马家登咱个的心的原点，啊心的原点是什么？混元，啊混，啊都、就是混原点自心的内在那一点。那有人问我师父？世界和平，天下太平。那个当时，我告诉咱维新圣教，哦，这里元亨利贞，元字辈，你拢是元字辈嘛？啊，过来亨字辈、利字辈、贞字辈，个元亨利贞、贞字辈是天下都太平啦，世界都和平啊。你讲师傅，安尼敢袂用较紧嘞？甲大家和个贞字辈哈？无你叫我死哦，你看较紧哦。对不？我死只话，咱只法师第二代法师，何况伊名拢是元亨字辈啊！哦，稍微点出了亨什么亨什么，蒙嗨呀嗨啥？对不？元亨利贞，这是因地果还生，周流不息，生生不息嘛。所以各位同学吼，咱爱真注意，人来到世间来，一定爱多接近佛法，接近圣法。你若无接近佛法，干呾咧计较世间咧，哦，我今日得到偌济，那偌济，哦，尤其咧。一个小笑话，在五六年前，咱圆亮法师，伊到台湾，啊，他也在台中，太极拳，伊为总教头嘛，啊，有一届，伊是胡伦社，啊，区域的社长啊，啊，那伊就举办一个台湾、韩国、日本。啊，胡伦社社友伫台中，才一个会交流。结果中昼咧，
啊，伫韩国即道的即个酒咧，迄因遐服务生毋知安怎甲藏，藏了减一罐啦。啊，日本迄道咧加一罐秘鲁啦，啊，韩国减一罐。哦，韩国遮咧吼，看了都袂无欢喜啊咧，吼，都要甲日本迄边计较啦。计较是安尼，恁加一罐。啊，日本人甲韩国人。因为恨心足严厉的对立嘛，伊这足可怜的咧，拢无开过啊，拢按计较着当下的地的环境尔，所以在那边相怕，要相怕，恰恰先有事来遮来咧，吼、哦，因那日本啊，咪韩国个咧，因家己又一边啊，家己伊嘛要理论这个。这个秘鲁的问题，我发了起爱笑。我因为当时日本人因为风正一白咧，啊就贪心啊，啊就去拍韩国啊。哦，老足济的恨怨不满。啊，所以甲包括这代嘛是这么严重。所以罗宗时阵开始，啊，咱伫台湾为心信教，爱简单做化解，啊，中国、日本、韩国甲台湾 ，X、Y， 啊，这个民族的情结爱化解，为了化解，爱办这种嘛。已经办七年啊，即嘛2013年的正月七日嘞，到起都八年，啊，八方，哦，所以 S Y Z 这个话说，啊，老祖开始就这一年来追根溯源，追什么根？咱大家亚洲这些，拢是中华民族，5000年以上以前，黄帝、乾隆帝、蚩尤帝、三祖的子孙嘛。哎呢，5000年前的战争，咱人无开过，发生的战争，逐鹿之战。那么蚩尤氏族啊，啊，蚩尤族战败了以后，兵分五路，一条路往北到朝鲜半岛去，一条路啊到处逃窜，一条路通婚，一条路啊来到咱的这里合作啊贵州。我叫苗族这里啦，一条路分散到过少数民族去啊，所以一花开五叶，哦，分五路散掉去啊。那么一条脉，想多一条脉，就直接到韩国去，啊，到韩国朝鲜半岛，4600多年前，第一代他们的皇帝，啊，桓雄是因为帝王，啊，但是现在已经2230多年前，啊，那秦朝时候，秦始皇的时阵，徐福一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到那时候呢，就东渡到日本去逃命，因为秦始皇在欺负多嘛。起不多开始要来焚书坑儒啊！哦，要来灭绝文化，所以徐福啊，啊，伊把文化的精神啊带到日本去，所以才成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到现在124位的天主帝王啊，这天皇在咱现在这里。这座大殿前，诶，这里124位天皇，中国
啊，有917位的天主教，韩国有195位的天主教，啊，一起后来仰仗天威，啊，王禅多做天神诸佛菩萨的慈悲，啊，在这个当下呢，啊，把万灵招请来的2013年。1月1日，在南澳大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万灵归心，世界和平。诶，祭祖大典的法仪大法会，这拢是啊，要提醒各位所有的往生万灵啊，万圣。咱有15,615世万世，所谓万年来回归到自己那个心，回归燃灯火所，燃灯高魂的所在，就咱那点心嘛，光明的心念嘛，那安尼来叫做化解世间的战争。所以当下那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辛苦担着一大足重的大头，我们大家一起来挑嘛，啊，让所有有缘，无论灵魂界也好，咱的世间界，大家了解，那是同根同源同祖宗。不是只有到黄帝、炎帝、蚩尤帝，不是只有到这里，而回归到无量劫以前，伏羲氏在上去的红军老祖，这般5400万年的时阵，啊，咱的原点在古昆仑山脉，但是咱人类究竟有多少啊呢？几个亿万年都有人啊啦！哦，咱大家拢从不同天界来到世间出世。那么佛释迦牟尼佛开始金刚经，那么伊就才2000万年尔开始金刚经呢。所以伊所开始的，唔是甲咱讲，咱伫2500万年到现在来，现在咱，是安尼，要追溯到。最早以前，无量劫以前，咱的心灵的光明原点，燃灯火。哦，咱来到世间，咱从内在的心灵，家己还点么多，咱唔通讲爱爱靠人个人点，那就是修行在个人嘛。所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伫民国71年病到遐么死的时。我去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以我的谢老师的辛苦，啊，抓起来，下来，求人不得求己，求己不得求真己，求人不得求家己啊，家己爱的是什么？啊，求自己不得求真正的自己，真正的家己是啥人？咱的灵性，燃灯的古火，咱那颗心。所以释迦牟尼佛以燃灯火所无量劫前燃灯火的所在，底下的修行，底下的得到法有无？得有无？阿悉菩提呢？哦，我啊无得到法，啥都无得到法，本来都家里每个人都燃灯火的时阵，那你本性就燃灯火嘛？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讲。是咱人的辛苦有辛苦以后，辛苦会灭掉的呢？会变作是红尔呢？咱一世人生人嘛是红呢？无你们浪费红，啊，你们浪费红啊？哦，咱嘛人是红尔，所以人的世间莫斤斤计较啦，计较无效啦。哎呦，啊，生人嘛是红啦。
较大红囝孙啊，甲你创用诶，即个好多较好诶，然后材料甲你缀咧啦，你永远嘛走袂出来啦。哦，囝孙啊，用普通肥啊，一红咧，一千二块诶，缀咧嘛是一红啦。我甲你用一红，一百万咧，缀咧嘛一红啦，嘛是走袂出来啦。所以各位啊，上重要，咱都是爱觉悟。所以咱来人往生去，是大人往生去，咱念阿弥陀经，念佛甲提醒，爱当找到家己的观点，阿弥陀佛，会原来家己。哦，那下来咧，咱就会诵金刚经，诵金刚经咧，哦，告诉咱的是大人。往生是大人提醒因，哦，咱爱回归到燃灯火所，找到自己的原点，自己的原点，燃灯火，大家拢原来拢是燃灯火的所在，嘛相对咱每个人的本性、灵性、原点，都是燃灯古火嘛。啊，我讲哦，师傅，你哪讲过？我又没有讲过，我是谦卑。前辈看心的耶稣嘛，足慈悲看心吗？看心，所以讲要修，要知道法的重要性。所以咱也对许多人，咱有诶咧，吼、哦，咱甲许多人念，往生诶许多人念《金刚经》，提醒讲许多人诶，哦，来到世间几十年啊，虽然咱替蛋掉去啊。咱要灵魂的意识，灵魂的存在的是啊，哦，提醒是大人哦，咱原来拢是佛，拢是人间高佛的时阵，哦，咱本来就是光明世界，光明天，哎呀，是咱三十三天王其中一个光明天，哦，提醒咱每个人。拢是无量劫来，咱的心灵内底一点灵光，照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哦，无量无边，没有捉住，没有障碍，迄阵咱的灵光呢？所以爱我讲去，咱学易经以外，哦，易经的好处，予咱减少失败的机会，咱心就会安详，会安详呢。你就会找到家己的灵光嘛，无不得找。每一天贪嗔痴烦恼，我恨你，我怨你，你骂我，哦，你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干那好只念头，剁掉一撮的心，心伫内底的话，心内底啊，判进去啊。所以各位同修，哦，我们大家拢是有缘，好、哦、齐聚一堂来共修，咱这佛法、妙法、圣法。做法，但是要找去了解，咱有一个光明的燃灯火的所在。哦，然后哎，你要怎做？哦，我要燃灯火所，我要背叛着佛，要背叛过佛，有可能无？现在恁有怎个背叛过佛无？有没有？没有的，我就讲一遍，我再讲一遍。啊，佫讲是，如果恁呾要下班啊，要下课啊，要转去啊，我袂赴啊。你唔过，我嘛无法度，啊，无法度。恁就等电视重播的时，恁才过来看，过来过。所以各位，燃灯火所，就是咱每个人无量劫以前想在以前，就是生命的原点，无量光明，无量光。诶，世界，嘿，就是咱人，咱的刀啊，咱刀，美丽、快乐、幸福、光明的，我们的共同的家，燃灯火所。